又嚟到肥媽教主啦，嗱呢個又係好簡單嘅，叫做光波燒青魚，就用個光波爐咧去燒青魚。咁燒青魚點樣醃咧？唔使好多噶啦，嗱切啲鹽，因為我啲海鹽啊，香啲，黑胡椒，咁啊用啲七味粉。當然你要兩邊啦，係咪？兩邊都係咁啦。好啦，之後咧，我哋整完個爐咧，就擺上去燒啦。將啲皮向上，因為佢啲皮會脆噶嚇。大约烧佢六分钟到啦，咁你可以反转再烧多两分钟，或者烧五分钟，反转烧三分钟咁都得噶啦。好啦，唔使理佢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因为你一间烧嘅时候可以挤啲青柠角落去嘅。咁呢个时候我哋教啲汁咧，可以点咧？我唔想教汁，你咪买个鳗鱼汁又好，买个烧汁，买个咩汁？如果想教嘅，你可以摆啲芝麻啊，呢个叫做青柠啊。这个叫香菜啊或者芫茜啊那些。你自己喜欢什么味你就教个什么味啦。那当然自己教呢就香一点的。不喜欢教呢就买一些不同的我来吃鱼生啊成个汁都得的。我这里就很少的芝麻香菜这个豉油有些七味粉有些青柠角有些东西捞了它。那味是自己教的。喜欢摆什么汁喜欢不喜欢。我只是擠檸檬吃的啫，得不得？一定得，是好吃一点的，我觉得。我煮完了噃，是等几分钟佢食得就得噶咯噃，系咪好简单先？我教你煮啲嘢，佢就咁烧，咁样都话唔识，唔系啦啩？甜甜麻麻香爽脆，像种雪气香冲脆，蜜汁微微感觉确实令你痴醉，一碟麻辣满世地，静静二话半畏。接下来是播映《桃花小妹》，请继续欣赏。